到奈良了，这边有坚贞大和尚，坚贞和尚的那个碑啊，旁边还有个和尚在化缘。啊，块糖，嗯，给我三颗糖。哦，知道咱三个人。对对，看 ，OK。马老师感觉如何？三年没来了。嗯。出去重游。嗯。挺好的，人也不多，没游客，你溜达溜达。好的。看看路。好的，好的。天气也不好。你知道村儿大社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，你好像跟我说过，水仙屋掉下了一个梅花鹿，七个鹿过来的啊，地方春日大社，然后水仙屋飞走了，把鹿留在这边了，然后鹿在这边就繁衍，然后它就神不能跑啊，至少它不是白鹿。你看过白鹿原吗？白鹿原都不知道？我看过。好看吗？还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哥，今天来到奈良，刚到，下了车，然后去走一走啊。马路上不远处已经有梅花鹿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一头小鹿。梅，小鹿，我没吃的耶，怎么办？一会儿帮你去买吃的吧。啊？好了，继续往前，前面还有很多梅花鹿啊。今天天气还算不错，奈良多云，要比大阪凉快多了。前面有个摊是买那个梅花鹿的粮食饼干，梅花鹿饼，你可以体验，好像是500一担，一担嘛你就分给他们吃了。不过呢也有危险啊，梅花鹿会追着你不放，咬住你的衣服，很多梅花鹿会围着你。唉，现在游客少了，游客少了呢，这个
也没人喂他们啊，许多梅花鹿就因此在马路上了。那个脚漂亮，好漂亮啊，很孤单吧，梅花鹿，你的脚脚好漂亮。哎呀，好久没来了，感觉还是蛮亲切的。走到小鹿公园了，这边都有很多很多几十头梅花鹿，大家看一下，和游客在互动。现在也没啥游客，最多也就当地的日本人从其他地方跑过来。呀，梅花鹿公园。我很想喂喂它呀，现在便宜了嘛，只有200一袋。上面写着警示的标志啊，野生的动物啊，不要去伤害它啊，也不要去揍它。动作不幅度不要太大，否则它会伤害到你，它会用脚会顶你啊！你看这小小的梅花鹿好玩不？这么小一个，还是个幼崽，好有意思吧？你看这么多，哎呦天哪，这么多！又到了旁边另外一个小公园，这小公园也是梅花鹿公园啊，这么多梅花鹿，要比刚刚还要多啊。今天最高温度差不多在38度吧，38、39，太阳光底下还是有点热，不过奈良植物多，树林多，所以走在马路上呢不会觉得很热。小孩子都被吓哭了。梅花鹿会追着你要食儿。怎么通过去呢？封路了，好，勇敢往前。这是什么感觉？终于赶上了马老师。这是一头很小很小的鹿，小鹿。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呀，怎么办？他走了，他知道我没有东西。
山清水秀呀，多好的地方呀。小鹿，小鹿，走了走了，不惹你了啊。好了，看完了梅花鹿，跟马老师，就春日大社，春日大社啊，到时候再给大家拍摄。那边有拉黄包车，你要坐哪？春日社。